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一直拒绝的。我跟导演讲，我拒绝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头发。导演跟我讲，拍我家的戏，头发很黑、很亮、很柔。加了一个月的戏之后呢，头发光。后来我经过，也知道他们是真假的，是化学成分的。我就算能每天跟着加的戏。加的鸡头发咚咚咚，观众认为适合不加的鸡头发都不油。我的头发乌黑浓密，因为我加的鸡。我用完之后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这就是我要的洗发液。我的洗发水特地加的鸡，拍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加的假的。我的头